你撩起你的流浪，很客气的分享。你有没有看穿我，还是一样淡然应付衷肠？为何还是好难？突如其来的一起清唱真的是听到赚到，叮当和陈华联手合作新歌《致远道而来的我们》，两人的第一次见面，还有这个小插曲。华语浪漫是我的第一张专辑，然后我要送给姐，然后不小心把那个姐的名字多了一个口，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，后来才发现，他就说没关系，这表示是唱歌叮当嘛，然后就觉得哇，这个这个情商真的很高，我就觉得好温暖哦，真的就是有口的啦。没有啦，有口有口啊，第一个丁啊，有口啊，你写的都对。到两个人，他也对《致远道而来的我们》唱尽自我怀疑，唱尽自我无人问津，等到你们一起亲吻我。Hello， 第一次见，你好，你好，陈华，嗨，叮当 ，Hello， 还好吗？严格，哎，严格，有没有想要撞墙的感觉？也是有那么一点。如果能够让你撞墙，这首歌就一定会。啊，这歌你喜欢吗？喜欢啊！你当时拿到第一次拿到的时候，这个 demo， 就觉得小网小的唱很像日文歌，就是超级像的。他的那个哒啦哒啦，很像日文。呀。在那个 IG 上面有唱过，在我的厕所，在我上厕所的时候唱的，叫做你还我还是一样。你撩起你的流浪，很客气的分享。你有没有看穿我，还是一样淡然应付衷肠？为何还是好难？我超级喜欢的，对我来说，他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声音，那个很有那种金属感，但是那个金属感，但是又是非常的有那种温暖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知道你的那首歌为什么这么红，点播率这么高，哦，好爽哦，因为我们这首歌其实都有写到我们彼此的歌，然后像是这个歌上面有五月的清晨，然后还有。当姐的手掌心在发烫，因为你知道当姐有一天真的很可爱，她有一天我突然在校场的下车前，她突然捏我说，哇，你真的很棒，加油，我觉得真的好可爱，她是性情中人，而且姐又很温柔，她私底下其实就是这样子讲话，我都会问她说你有没有会不会生气，会不会脾气不好，因为她都好慢然后好温柔，你过来就类似这种。或是从致远道而来的我，挥散了自我怀疑，和无人问津，沿路有你紧紧陪我，梅花红尘。